做玻璃窗后看雨丝，微亮是寂寂寥午夜时。我弹琴望雨，不经意地再奏出一首老调子。钢琴仍在欣赏窗外细雨丝，从来未离。我那般喜欢这调子，微雨里琴声中，凭泪珠打拍子。人已去，留空空，流泪已没有意思。激愤敲琴，仿似质问，问尘缘为何尽变做遗憾。激愤。多謝曬志美老師，啱啱重温呢首經典咧，確實好難得。話時話，志美老師中唔中意唱 K 嘅？我都中意唱噶，係、嗯、啊，都但係就唔係成日去唱咯。出道之後咧，有好多成名作品之後咧，會唔會成日去翻卡拉 OK 點翻自己啲歌嚟唱？咁又冇啊，我去卡拉 OK 唔點自己啲歌嘅。哦，因為咧，即係同啲朋友一齊咧，啲朋友就會點我啲歌，我就唔俾佢哋點我啲歌。嗯嗯，因為通常都唔知點解咧，即係會哎呀唔想再聽自己歌咁樣嘅。因為平時唱得太多啦。係啦，即係唔知點解，即係聽自己啲歌咧，好似怕醜啊嘛，即係有啲朋友喺度咁啊唱咁啊，即係唱第啲歌咁咯。嗯哼 ，OK， 再次多謝曬志美老師帶嚟呢首佢自己嘅經典作品《雨夜鋼琴》，多謝曬。其實都係信眾要求。其實我都是揀咗第二啲歌嘅，但是有啲朋友可能佢哋話，即係譬如偶遇啊、雨夜鋼琴啊，都好喜歡，即係好希望聽到咯。我每一次都是希望可以即感動到觀眾咁樣。